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非常喜气洋洋的颜色，就是喜庆嘛 ，OK。然后就是这个珊瑚，它的产地主要是在台湾、日本，然后就是还有意大利。珊瑚的硬度不是很高，只有3.5，可是它就是我们新年的时候都喜欢带着珊瑚，就是带来喜气洋洋的感觉 ，OK。所以就是好，那我们现在抽出第一个。抢答 ，OK， 第一位抢答到的，我们就会送出这个戒指，38块的，刚刚我已经兔年的这个吉祥物，对，好，珊瑚的主要产地在哪里？哎，这位朋友，好，讲，哦，台湾 ，OK， 好了，台湾算这个来上来，好，来送给您，就这么简单，所以就是我们在每人生每一个阶段都要学。用心听，这个就是你的了 ，OK， 对。好，恭喜你。上台，记得订阅，哎呀，老朋友啊，真的是，都是，就是后学，很认真学，读书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谢谢。他也是我的客户，也经常跟我们，所以我们在每个阶段都要学习，是不是 ？OK。所以你现在知道了，珊瑚就是主要的产地在台湾 ，OK。是，好，谢谢 ，OK。好，那。